阿拉丁不会被开除了，不会被开除了，为什么呀？谁给他求情了？因为梁小夏承认了。承认了？那他怎么样了？梁小夏是不是被开除了？嗯，我还以为今天终于听到一个好消息了呢，结果还是同一个坏消息，只是换了一个人罢了。可这件事情的确是他做的。但他并不是坏人呀，他只是用了不正确的方法去反抗。 他家境本来就不好，还被室友欺负，他未来可怎么办呀？不行，我得去找教导主任求求情。你松开，我不能看着一个好人被开除。不会被开除了。不会被开除。欧美和景熙找了你们宿舍的火眼杖。找火眼杖有什么用啊？火眼杖将情况详细汇报给学校了，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处分肯定是免不了，但应该不会被开除了。真的吗？ 哎呀，沈西林好厉害呀！你说咱们俩一哄都没哄好，他一哄就好了。我就说我没看错人吧？你说他们俩会不会？哎，收起你的八卦的好奇心，小心潘多拉把你给吃了。我这不是关心社员吗？关心，请你用正确的方式关心。反正沈西林我已经暗示过了，至于他能够领悟多少？ 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。暗示啊，那你暗示暗示我呗。那个，这是什么啊？礼物。指甲油。 你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送我指甲油啊？我抽奖抽到的，你不要就算了。我谁说我不要的？有礼物收，我心情好多了。收个礼就心情变好了？那当然了，更何况还是你送的，那么难得的事情，我还能再跑两圈。你怎么开心不开心都要傻跑？你是拉布拉多吗？当叫傻狗有什么不好的？你跟我一起跑吧，跑跑很开心的。我不要，我怕崴到脚。你想那么多干嘛？ 生活嘛，就是要先跑为敬，说不定你跑一跑，你的面瘫都治好了。我不需要。那这样吧，咱俩玩个游戏，你追我。什么？就是我跑你追，要是追上的话，有奖励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嗯，不能反悔哦。你还没问我什么奖励呢。追上了你就是奖励。那就准备，跑！我让你三秒。一、二，我来了。快来。 怎么样，我这个师傅教的不错吧？嗯，哎，亏我还担心沈西玲呢，那开窍了呀他。哎，你说他们俩那么跑不累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叫青春。对，是青春。